对对对，你家的问题。你是哪边的？你为什么说复人？你是就是复兴路那块没错嘛？你那个、你那个是联盟，为什么我宣传单不能验车？我现在在电话录音，我现在在电话录音呢。你说你不能录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要告你们喽、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因为你的宣传单的关系，是因为车子不能贴那个广告。什么车子不能贴广告？我这个是第二条示威游行法第二条，我有人我的宪法最大。我这个是这些犯法法官给我犯法，你关我什么屁事、小姐，第二十二条，你现在给我验不验车？我告诉你，你拖我一天，我这个过年哈，我现在又录起来存证，你们政府敢罚我钱看看哈？小姐，那一天罚，小姐，现在已经要给你们做严，那我找算账哦。我们的厂长跟好，那来可以可以。好，他就是故意叫那个车管处杨渊源叫这个车德旺哈，不可以验车。好，就是说我贴那个罢马那个1974，好字样，我就是有示威游行法第22条，宪法大于法律，法律大于命令，命令大于地方法治。我们是第22条宪法，还有16条陈情。好，你们吃我案件国泰世华银行。好，我贴的都是检察官、法官的名字。他现在这个嘉德旺这个是连锁合伙的，他现在就正欲偷我时间录音的时间哈。我现在，喂，小姐你好。你这是厂长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那个厂长他在忙，他可以等一下打给你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说不能验车，我今天马上抛到 YouTube 上，我告诉你，我告你们，而且你偷我时间，那个赔偿是由你们负担。我有数位第22条宪法，已经大宪法大于法律，法律大于命令，命令大于地方法治，听懂没有？那让你打给我。好啊，所以说哈，我就已经按铃申告这个杨渊源，他就头有去找他们这个嘉德旺哈，嘉德旺应该都是合伙的吧，都是国家政府在中国石油配合的吧，我看，反正就是这样子政府的嘛，反正我们就是第22条示威游行法，第16条宪法陈情，你们犯罪我当然要贴上来，你不让我验，是不是开玩笑？